没错，很多人都想在夏天有清爽不油腻的底妆，其实自身的关键在于妆前的保养。你可以选择像是化妆水或者是精华质地的，让你的肌肤保水度提升，自然而然就让你的妆感可以更加的持久。另外在底妆的部分，现在最夯最流行的气垫粉饼，你一定要有。